So this is Christmas, and what have you done? Another year over, and you have just begun. And so this is Christmas. I hope you.2000多年前，在遥远的巴勒斯坦犹大地，有一位普通的女孩，名叫玛利亚，过着简朴而平静的生活。玛利亚到了出嫁的年龄，已经许配给一位很有爱心的年轻人，名叫约瑟。玛利亚和约瑟都热切地期待迎娶的日子。这天，玛利亚正在像往常一样忙着家务，她需要为自己的出嫁预备嫁妆。突然，有一个陌生人出现在她面前，让玛利亚十分惊恐。不要怕，我是报信的天使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。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
这会让我和我的家人蒙受羞辱。你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至高者的能力要保护你，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我已经许配给约瑟，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以为我是轻浮的女子，要把我休了。我也要在异象中启示约瑟，告诉他这是至高者的救恩临到世界。约瑟是个义人，一定会明白神的心意，会顺利地迎娶你。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及先知所说的话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说完，天使就离开玛利亚去了。就这样，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，约瑟也遵着祖使者的吩咐把妻子玛利亚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她同房，只等到玛利亚生下头生的儿子耶稣。